퀴즈 베리켓. 和小鹿万万一起玩。 小鹿万万手工专辑。 弹涂鱼。 这节课用到的工具有： 抽取粘土若干， 手工工具一套。 如果是小朋友操作， 要用小朋友专用的安全工具。 做弹涂鱼的嘴巴，制作弹涂鱼的眼睛，制作弹涂鱼的尾鳍。 把弹涂鱼的鳍安到身体上，弹涂鱼做完了。 구독 버튼 눌러줘. 응?